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？这是我爱上你第一个视角。可不可以把你的第二颗纽扣给我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要拿东西跟我换哦。今天咪宝毕业，就代表我们全员都毕业啦！我欧嘉玲重新复出，回归职场。我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？根本就是你在养我，我不要当咸鱼。什么？面试资料？难道你要我来这里上班？今年我们运动经济部的年度重点签约对象，他就是有着篮球界怪物新人称号的钟世安。什么？你要我去温帅上班？我有一个条件，我们要谈地下恋情，不可以公开。随便叫个网购送到柜台，不就可以趁机跟俊讲到话了吗？你要是工作还没想好，上班时间不上班，全部挤在这里做什么？如果你我迟到了啦！哎呀，你不用这么赶了，你带我车一定来得及。我一定不会打你车。你放心，马军也是自己人。你让我充电一下。窦组长，你今天不是晚班吗？怎么会来接我？同事突然跟我换班。还是你最好了，只是接你下班就可以听成跳舞。好开心哦！谁会比我们家贤明帅？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都故意装成一副冷酷无情的样子，就是不想让任何女生接近。刚刚你要弄什么？刘总，对不起。传闻刘总不近女色，是因为他呀。我可以告诉你真相，你千万千万要冷静。刘总早就已经有喜欢的人，没想到霸道总裁是个海王。海王？可以帮我猜枪吗？可以啊。陈安明是便衣，他有没有配枪啊？应该有吧。那你自己小心一点。我可是在你公司布下很多眼线，要知道你在哪里并不困难。金雀，不介绍一下吗？叶医师不在，我帮你看，这边 OK 吗？你们这椅子真的是怪怪的。没想到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有人给一杯热奶茶，是这么感动的事。你刚刚为什么那么伤心啊？我自作多情吧。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等一下，周玲玲，正式任命你为钟世安的经纪人。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当钟世安的经纪人吗？扮猪吃老虎，那心机也太重了吧，有够不要脸。今天这些资料你一定要全部看完哦。玲玲，你不用怕，我来了。你怎么会来？我就是要看看那个徐志远在公司到底有多受欢迎。我真的不甘心还没有证明自己的能力就这样退缩，我一定要成为流川枫的最强秘书。刘老板，好好，我妈是不是要跑去找你啊？这次是我主动找她的。最近你的作品得了很多奖，阿姨应该会想要知道你的近况。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支持着我，从来没有怀疑过。你可以欣赏周丽，也可以把他当成未来的事业伙伴，但是你就是不可以爱上他。等一下，像这样把资料全部丢在我桌上，对吗？我们李宁这个状况更就是爆红，好不好？川枫，快点准备经纪约，把李宁签下。我反而觉得像我们这样子谈恋爱，可以保有各自的空间，是很舒服的状态哦。哎，今天你是逃不了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身份。在感情的世界里面，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不是防备敌人，而是把自己做好。你今天怎么会来谈判啊？该不会是因为今天有亲密的戏吧？
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